给了看花吧。糟糕，我的又一项心愿实现了，在海边看烟花。不行，这根本脑瓜子就没找到思路。33+6，比如说三乘上三了，就他加他这个数，然后乘上这个数，等他们一下吧。小红，小红。叫咱？你在哪一层？你把那个这个题给他抄过去，让那哥仨做一下子回去。我是一个能接受失败的人，但是我不太接受我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没有突破自己，然后也没有给我的队友提供价值。走。Hello。臭小孩，你在这儿？听你玩得很开心啊。怎么是你啊？很不希望是我是吧？不想碰到你，为什么会是你呢？哎呦，好了，大大哥，哎，你这是最强阵容啊，绝对大脑。两位天才都在我这儿，我则是一位幸运的观众，被抽到了这一组。两个，真绝呀，真绝。这次我还给自己专门准备了很多方案。期待值很高，然后我会很激动。看到他们那一刻，我的紧张是多过于激动了，因为对面有两个最强大脑，而且是他们的绝对领域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现在没有。现在游戏设计者已经堵住了所有的共赢的方式，一言难尽。这两天发生了很多事，玩的全是。